咁如果咧系玫瑰珍珠宝石嘅珍珠版嘅第三集，咁上集咧我记得系同我嘅123木头人打过之后咧，我就要继续行呢度系203嘅道路啦，入咗啊，又要同我打噶，唉，总之唔行呢条路啦，唉，唔紧要嘅，都好，都系一件好事。短裤小子有树，哇咁长呢个名字，短裤都要话俾人听系短裤。月巴威想话月巴威，咁咪火花咯，继续。个边缘，但我一啲都睇唔到你边缘，我呢个形状有变咩？有边缘，因为佢只系。佢知道技能叫变圆，但系佢个佢边度圆啊？我睇唔到边度圆喎，但系真系变圆咗，睇唔到变圆咗都系咁弱，又话提高自己防御力，点知都系月巴威搞掂佢。月巴威学咗挑人，哇！肥威识挑人嘅。啊，唔系月巴威识挑人，睇下。我唔敢信啊！又冇咗380蚊啊！我想有冇啲新嘅 Pokemon 咧？佢呢只都 OK 啊，呢只野生嘅月巴威，捉佢翻嚟咯，野生嘅。因为呢只我都未见过呢只象，我都未捉过，所以捉埋佢。搞掂，耶！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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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而家有六。有五只 Pokemon， 犀唔犀利？又解咗图格，好嘢！我唔系打啊，喂，卡斯我未见过，我要捉，我要捉，我要捉卡斯啊！卡斯啊，卡斯呢只应该捉得，我要捉，我要捉，我要捉卡斯新嘢。卡斯佢应该系超能力系。哎呀，差一点点出咗嚟喎！咁强啊呢只卡斯，吓、啊、走咗咩？卡斯识走噶？唔得，我要遇多次呢只卡斯。卡斯，我想捉到你啊！卡斯，我咧呢只卡斯，即系咁啱遇到卡斯嘅喎。我想要遇卡斯啊！我想要捉卡斯。要遇到卡斯，呢个可以剪走啦。哎，有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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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卡斯，今次我要打到你残血先，打到佢残血应该会减低佢啦。找伤佢咯，应该唔会，应该唔会死。哇！点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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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又瞬间转移，又逃跑咗。卡斯系咪咁难啊？即系我一定要直接捉佢喎。好精灵球，即系我要咁样兜过去。哇！真系精灵球，我想要卡斯啊，唔得。又遇到刺卡，佢个女人又要同我打啦。头先咧，嗰个卡斯咧捉唔到咧就好可惜，不过唔紧要嘅，之后再遇到佢再捉啦。又系呢啲大牙利有见惯，见惯佢应该系普通系，咁但系咧我暂时仲未有格斗系嘅嘢，所以唯有继续打，继续努力。唔系咧，今集咧我谂住咧叫阿爸咧剪走多啲。好啦，大家嗱，咁咧，而家咧有个洞喎，系咪应该入去咧？我入得噶喎呢个洞，果然。喂，
OK， 佢会俾个学习技能我。系咩学习技能啊？佢话系碎石，碎岩。咁咧，佢就话格斗系啊，应该系碎石。唔好意思，我有啲鼻敏感。佢就系俾咗呢个碎石，咁我系咪可以用噶？包包可以用吗？哎呀，有啦！咁我边只学得，边只唔学得啊？咁我俾住包威啦，系嘛？应该使用啊只宝可梦，只可以用一次，之后就会消失，系之后会忘记。好，雷威啊，住巴威身上。咁咧，佢应该咧呢招咧系冇用噶啦，咁所以咧就换走呢支。一二轰，我已经背熟晒呢剧情。一二轰，学到，即系佢会忘记一啲。等我睇下而家地图先。而家 OK， 好。暂时咧呢度应该啲挑战者都系啲一模一样噶啦。唔需要特别去提，呢啲都可以剪走。拜，爸爸。好嘢，出到嚟新城市啦，黑金市啊，道馆徽章啊，佢教我。我一二三木头人啊，一二三木头人，我一二三木头人，我嚟啦。OK。OK， 即系而家个道馆唔喺度，但我有冇得补补血先啊？我冇血啊，哦有 ，yes， 多谢帮衬啊！呢度又系咩？诶，咁都弹，边度嚟啊？呢度，诶，有得往下走噶喎。呢个系顶住咗，唔去到，都唔系会去到。喂，呢度有个精灵球啊！防御强化嘅针，我攻击嘅时候就可以，即系战斗嘅时候就。诶，遇到只波音蝠喎，呢个时候我要捉佢。要捉呢只波音蝠，哇七呢喎，唔错喎，唔错唔错，我一定要捉到啦！哇，点解呢个时候先击中姚浩啊？我想捉佢啊！啊！啲 Pokemon 就系咁啊，成日都喺呢个时候击中要害，唉，点解要击中要害打死咗只波音蝠？哦，点解我要击败咗佢打死咗只波音蝠？点解？点解要亲手杀咗佢？你系边位？佢呢度咁多咁多只噶，哦，系好多碗嚟噶，冇噶，佢啲人哋噶，诶？小拳石，我要捉，我要捉，我要捉小拳石。我捉小拳石。我试下一招碎岩，睇下会打死，应该会喎。咁我火花算，定系爪咧？爪啦！我唔想打死你，我想捉到你啊！其实，哇，唔得喎，效果唔好啊，变远。打法唔系办法，咁都系碎岩啦，拜拜，死啦，佢去死，呜，诶，未，呢个时候可以捉啦，耶，击中要害，多谢晒，减低咗佢防御，哈哈，撞击，其实唔系几痛，呢个时候我就可以捉佢啦，拜拜，
快啲啦，入嚟啦，入嚟啦，入嚟啦，耶！捉到啦，捉到小拳石，小拳石，有六个精灵都满晒啦。小拳石，小拳石，仲学到新技能添。小拳石，小拳石，呢小拳石，佢只系一粒石头，生咗两只手出嚟就叫小拳石。好啦，咁就应该咁多噶啦，差唔多系。删 game 前佢要进化，佢会进化咩？我觉得佢进化应该会进化螳螂。系啊，有胡须嘅螳螂啊，呢只。阴色嘅色 ，OK， 解图嘅系咪？好啦，今集终于正式完结。佢仲有新技能学添喎，好啦，咁今集正式完结，拜。